始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消毒这个消毒过程。
主要就是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直接给大家送这个是美人计，现场的男生们，这个小心心你们扛得住吧。妈妈，哎呀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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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香啊！你要不要落水？好似要落水啦！啊，要下水啦！边个系皮熊咧？边个嘛？系咯，开视频去录噶嘛？呢啲动嘅嘢，去有啲相影嘅。我嚟啦！我要走了。这个是小水母吗？这是紫纹海刺水母。
三五长老快醒醒，这里有好多小朋友，快起来和他们聊天吧。来，小朋友想和我们的三五长老聊天呢，举手。可以来到我们身边来哟。谢谢。我们来的一起可以。要和三五长老聊天吗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哦。你戴上啲电嘅，戴上啲又唔中意又仲录住佢。我中意佢影咩人，你睇人，你应该中意。你录埋你把声。哦，你好啊。那样子有点小害羞嘛。你好啊。哦，你好啊。看来这位小妹妹有点小害羞，没关系哦。嗯，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什么海洋动物呢？这些小鱼都是我们珊瑚的好朋友啊，那你愿不愿意也跟我们做做朋友呢？愿意跟他们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欢迎来到我的身边，跟我一起合影啊。还有没有小朋友想和我们的珊瑚长老聊天的呢？举手。有没有小朋友？啊？怎么？可以来到我身边吗？哦，你们好啊！哦，哦，你今天都看到了什么海洋动物呀？少鱼摇是轻轻的，是不是你会喜欢？你不害怕吗？哎，你的胆子非常大，真的是很棒吗？我只是这么知道，居然也不害怕，也非常的大胆呢。那你喜不喜欢我们珊瑚呀？很好的，我也会喜欢你们哦。可以和珊瑚长老合影哦。还有没有小朋友或大朋友想和我们珊瑚长老聊天的呢？来吧，小朋友。这边吧，我们在前面，大家前面走。坐前面吗？还是坐前面？我们珊瑚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，每年就只能长一厘米，所以要长到我这么大，可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你说小年轻就长这么高，也非常不容易的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小问题想问我呢？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哦，并不是我们的决定的，奇奇怪状才是我们珊瑚的特色哟。就例如我头上的两朵花，其实也是珊瑚，是不是非常好看呢？是啊。嗯，是的呢，很好哦，欢迎来跟我们这些可爱的珊瑚一起合影啊。风枪我有点笨了。那我就是休息。
抱歉了，珊瑚宝宝们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关于珊瑚呀，还有许多你们不知道的呢。而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同胞都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叫它珊瑚江。可爱的珊瑚宝宝们，珊瑚好呀。许多新朋友，还有你，我的孩子，别害羞了，快出来吧！我是珊瑚妈妈，来，快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布兰奇。哎，为什么你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身上的颜色去哪了？我来自另一片遥远的珊瑚礁，在那里。我们整个珊瑚族群的颜色正在日渐消退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神通广大的珊瑚怪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助到我们。别害怕，我的小可爱，珊瑚怪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，他可是我们这里最伟大的守护神。珊瑚妈妈，那您觉得珊瑚怪能帮助我们找回颜色吗？我们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来吧，珊瑚宝宝们，是时候叫醒这个贪睡的大家伙了，一起唱起来吧。世界已经长大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父亲可以在一家，长街就是爱。父亲世界已经长大，暴风下雨也不怕，小手握、啊。